说起娱乐圈中的众位女星，真的是都以自己独特的外貌优势，让不少人圈了粉。Baby 的美貌一向都为人所称赞，更是不少时尚品牌和杂志的宠儿，多次出席红毯都会因为造型和颜值状态被夸赞。Baby 在生日会以一身精灵的打扮出场，以山中精灵的美感再次惊艳了众人。Baby 的精灵妆也被不少人所夸赞，特别将头发染成金色的 Baby， 皮肤白皙，一身嫩绿色的精灵翅膀，也是让 Baby 看起来美到不可方物。但是在 Baby 工作室放出的有关 Baby 精灵妆的视频中， Baby 的精灵妆生图却翻了车。从 Baby 精灵妆视频的生图中来看， Baby 的生图并没有晒出的照片那般惊艳，反而颜值和身材大翻车，眼纹遮不住，而且还瘦出了排骨胸，真的不敢让人相信，这真的是我们所认识的 Baby。Baby 的这个精灵妆的造型可谓是下了一番功夫，眼妆采用了大地系色，淡妆出镜自然是更够凸显出山中精灵的曼妙气质。但是 Baby 的生图下，眼角有着不少的细纹，即使是画了眼妆和卧蚕，也遮不住 Baby 的眼角的细纹。再加上 Baby 的笑起来的时候，嘴角的法令纹很是明显，配合上工作室的这个迷之打光，显得 Baby 整个人的脸部状态疲惫。Baby 的身材也是值得注意的一点。从 Baby 精灵妆生图上看， Baby 过于瘦削，都瘦出了胸前的肋骨，在 Baby 本身的凸显的锁骨下更为明显。俨然没有 Baby 的精修图那么仙气飘飘，从眼角的细纹遮不住，身材上也瘦出了胸前的肋骨，这样的生图真的是翻车实锤了。在看到这样的 Baby 之后，不少网友也是感慨说， Baby 瘦到嘴都包不住牙了。更是有网友说，看到 Baby 的肋骨，自己都想买点排骨煲汤了。的确是 Baby 的精灵妆生图翻车，不光是眼角的细纹遮不住，更重要的是 Baby 太瘦了，胸前的肋骨都瘦出明显的感觉，就是不少女星减肥过度而出现的排骨胸，这个状态真的是非让人感慨，现在娱乐圈的女星私下都这么瘦了。难怪网友说看到想煲汤，这么明显的肋骨，真的是很难不让人联想到排骨汤，希望 Baby 还是吃胖一些吧，健健康康才是最美丽的。